今天潍坊市广播电视台的编导们带大家打卡一家隐藏在潍坊高新区同音街的一处年轻时尚聚集地，这里到处弥漫着浓香醇厚的咖啡味道，喜欢咖啡的你是否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呢？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小伙伴，让我们用街舞秀出个性的自己，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让我们一起炸起来。你瞅啥？欢迎来到美食专场，好吃想不停，好喝好看好玩，就在高新区同音街 Circle Coffee。